Hello， 现在我们在湖人球场，现在他们正在练球，这是 Howard 他们那一队火箭队。好，现在大家都在嘘 Howard， 因为 Howard 在练球，因为这是湖人主场。那现在这是 Lily， 哦 ，Lily 啊，真的是哎 ，Lily 啊，还有 Jordan Hill， 然后我老婆。哇，老婆还在自拍。我们坐很近，我们坐在一楼这边，一楼第十，哎呀，忘记了。好，但是前面康赛我们做不到，待会我们就坐在球员席后面。待会这边就是会遇到 Kobe 跟球员坐的地方，我们在正后方，真的非常近，因为我们在一楼。我老婆在自拍，现在这个纪录片非常棒。好，我们从这次入口进来，这是全场。全场湖人球场，这是湖人球衣。好 ，Kobe 就在 Kobe 在哪里 ？Kobe 未来会挂在那边。O'Neal 跟 Magic Johnson 在上面了。现在是记录球场前的练球，我们就提早一个小时进场的，也蛮多人进场的。这 Staples Center 非常的伟大的球场。我们只能看到 Nicky Young 吧，就跟 Hero Miss 还是发码在上面。那我们晚点在记录现场的 Open 了。Hey Lakers fans, welcome to Staples Center. I'm Octavia. 老婆戴眼镜看球，很高兴。Hope you're getting ready for tonight's game. Have fun tonight. Bye bye. Now, speaking of tonight's game, let's get the show started.